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群。今天又出来赶海盘坑了。这坑在这，百米悬崖下面，这坑长度就十几米吧。今天过来看这个坑，挺浑浊的，一直你看那边一直在冒泡，给它试着抽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来，开个盘它。这个坑今天浑浊，那边一直在冒泡，看一下，这边，吃东西，这边还有条鱼，举错差不多来洗抓，这坑可以啊，这边看，这边还有一条小鱼仔，难怪一直在，那边一条，这可以啊，等一下，人家一起抓了。好像是不信犯啊，我迫不及待要去抓了。那天我刚才看到一个还是不信犯还是什么的，老大在，起来看看。来，厉不厉害？直接给他钻出去，没水了。来吧，我把那个收集器给他关掉。开抓，干脆从下面给他抓了。土贵，这个幽苗先给它带了吧，要是一条的话也没远，要多的话也可以拿到他们育苗室那边去卖，平时先，这边一条，这边这条厉害，看来你平时在家里也很皮吧，然后皮到这边来，直接被石头给夹住了，小鱼仔。别，这个咱们就不要了，太搅了吧，给它放正了，不吃钱。今天那个土库鱼比较吃钱，搅的我们拿到玉苗吃去。看，遇到土库鱼窝了，又一条。这个土库鱼漂亮哦，这个头都还可以。那边在干嘛？一直在打嘴炮，你肚子好大。过来看。连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同品种的螺，然后下面一个是椰子螺，连哥在这边干嘛呢？胡须螺真的好惨，这是在干嘛？这是什么造型呢？我也不清楚，因为这是海鲜真武的世界，我看不懂，给他抓了再做，别的不管。镜头吧。这边刚才怎么东西打嘴巴？这边难怪呢。这一次阿姨先看到了，我都没看到，原来是这。出来，大猫炸，这可以。原来你在这边打菊花，是不是在这边确认太久了，大熊还没过来抓，你就迫不及待的赶紧打菊花让大熊过来。这天气怎么这边太阳那么大，然后那边那么黑，这边也真的那么黑，天感觉都会一块要黑下来的感觉，估计今天有狂风暴雨，我也抓紧时间给他弄，抓了就回去了，不然等下要变成落滩犬了，不是落滩鸡呀。我刚才没认真看，还有这种东西给我抓，这条也是那红青斑吧？这个小的就不要，给它放在直接放这，直接不带走啊。嘿，一发见货了，你贼毁的，我一点怕，我连自走抓你，我还不行吗？揍了，可以，脏话，今天我不是老师什么情况？这石头姐在干嘛？这种造型都摆出来了。还这么坏，估计是爬到底下去跑不出来了，给他做了钱。这造型给力，斩获。那边，那个好像是石头蟹，有看到。这个估计抓不到，要把这个石头给他盘了。看，对，在最里面。来，等一下拍，我先把这个石头给他盘了再做。来吧。看大熊啊，玩石头啊，好玩啊！这是石头蟹大，可以呀，不亏呀。这石头
必须给他换过来，不然那倒了就不好弄。哎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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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石头去，别吓我，来来来来来，别跑，给他挡住。哇，这也是被吓到，那这，我没跟你玩，你继续夹石头。你看，他找着方法夹我，如果他夹不到，大拳，那么龙女夹就不叫大拳了。角角落落，必须找清楚啊！赶一趟还不容易，一不留神就会成落汤鸡的那种。哇，落汤拳不是落汤鸡。天越来越黑了，那就不找了吧，感觉也没什么货，赶紧看下着火就回去，不然那样这边骑车回去，骑脚麻绿回去还有10-20分钟吧，啊，路上真的变成落汤泉了。来看下着火，哇，今天虽然说着火不怎么样，但今天奇怪的事情都被我遇到了，这连是不同品种的螺，连个不同品种的螺重叠在一起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这次石头姐给他换过来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啊，今天我看一下中货大概能值多少钱吧。这连个螺差不多10个，应该可以10个50-60块吧。然后一只猫砂，差不多加起来100多吧。这连个4000，全部加起来加这个苗拿去卖的话，这个可能最多也就是200多一丁点吧。然后这个在这百米悬崖下面这个十几米长坑，做到这个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我们赶紧抓到那个育苗室去卖吧，然后就回去了，不然要下雨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啊，喜欢大全的帮忙多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